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富翁摇钱树》，赚钱真快速。上个礼拜五，我告诉你，三日内中长黑。在昨天，我也告诉你会破线。传单稿我写得很清楚，投资朋友，你今天回过来看，今天是一根中长黑，今天 K 线有没有破前面低点？所以这一波连续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最高点8840，到现在这一波已经跌多少？255点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操作做空，你就能够赚到钱。今天杀多少？8564。我想讲赚多少钱，其实那个意义都不大。重点是，现在崩盘开始了吗？还是还没开始？以目前来说，跌在这样子，你根本不会怕。大盘还没开始崩跌，那为什么你做股票开始套？这一天叫3月15号，中长黑出量的时候，大盘位置在这边，大盘是中长黑，接下来先反弹，叫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之后开始往下杀，今天灌破，对过来的OTC 已经灌破了、啊，这告诉你什么事情？人家在上面做放空，你一直认为说大盘跌不下去，你一直跟我争论说外资现货连续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期货多单暴增到40000口以上，你告诉我热钱进来的，你去跟我争论这些东西，我也懒得去跟你讲。反正事实会证明了谁对谁错，投资朋友，这一波跌多少？跌多少？跌255点。你做空是不是能够赚钱？对啊。所以方法是什么？我如果跟你讲说我们多厉害，赚多少钱，其实那都是过去式，那都是属于绩效嘛。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绩效？为什么我们会对？方法是什么？就是这一本《岁星阴阳线预测学》，投资朋友，大盘目前是属于绵绵阴跌，连漆黑，连漆黑。你是否闻到肃杀的血腥味？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啊，老师啊，还回档而已，涨多拉回而已啊。所以真的崩盘还没开始。我想时间先拉到3月25号，上个礼拜五。一二三四五，称之为高档五连阴。外行能看热闹，看什么热闹？外资连续20天买超，央行降息。我说什么？内行人是看门道，价、量、时，他已经告诉你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他已经告诉你什么？3月25号，三日内中长黑一触即发。投资朋友，3月25号。你先回过来看，今天我中长黑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做的？所以礼拜五我们是放空，8753放空，是8702放空。为什么要放空？因为我跟你提到三日内中长黑嘛。我告诉你，因为时间转折近的。下个礼拜是这个礼拜，是风与风之间的第21周，大力光率先灌破3月15号的低点。当你发现股票会咬人时，它就是警讯。而且我告诉你什么？股票减码，台指期布空避险，甚至做卖出买权，看不涨，包租公战略。我卖出买权，目前4笔加起来，总绩效超过100%。大概是158左右，百分之158左右。投资朋友，
讲动多少钱没有意义，重点在于我为什么会知道。3月25号的时候，称之为高档五连阴。好，你把这本书打开，上面我有教过你高档五连阴有没有？高档五连阴，这是属于板九田战法里面的第32式。那这个 K 线它告诉你什么事？行情它如果量缩，表示高档撑不住，即将崩跌。所以这种线型它的准确率多少？高达100%。你只要看懂，你就知道。这为什么我告诉你，3日内中长黑，所以我们是做放空。8753放空，8702放空。投资朋友，你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见低点有多少？8564。礼拜五是不是告诉你放空？好，这个理由我都跟你讲过了。礼拜一虽然是放空，那这是属于清代的哦，8718跟这个尾盘8685。好，在3月28号，昨天我跟你讲什么？1234566，寸步走跌六连阴，量缩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一个真正聪明人，他都是下笨功夫。何谓笨功夫？你把 K 线给钻研学会了，事实上你可以了解很多事情。我昨天我告诉你什么事情？3月28号，大盘触到3月24号的十字低点8676之后反弹，有没有出到这个位置？然后做反弹，对，好，反弹嘛。然而有三个现象：第一个 ，OTC 已经掼破3月24号的低点，大力光破头部颈线。投资朋友，你看大力光还是继续杀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做股票如果你没有大力光，但是你要去看大力光的股票嘛，因为它是指标股。所以很多人这一波，大盘在涨，大多数人都是买 OTC 的股票嘛。那为什么 OTC 杀成这样子？更早之前，很多人去买生技股。投资朋友，为什么大盘才跌255点而已，很多股票杀成这样子？为什么？投资朋友，是破线，是破线，都是生技股啊。安诚要是破线。所以我问你啊，大盘在涨，为什么你的股票会套？所以你做股票，你只是研究基本面，你研究基本面，可是你 K 线如果不懂，一知半解更危险。你认为说啊，大盘涨做多好，你做多，结果你去买这个股票逢低接，你说它有利空消息，那我们换别的嘛，你去买建雅。你还是套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投资朋友，操作股票从 K 线里面能够看出很多东西，所以人家是下笨功夫才是真的聪明的人，不要取巧。你第二点，外资连20买中指，逆价差翻正，过去最大曾经67点逆价差，目前已经失去保护。为什么？当价差从逆翻正的时候，这个保护一旦消失了，我提到，一旦外资放手，将会肃杀。投资朋友，所以你问我说，老师啊，为什么今天会杀？我反而要问你啊，为什么你不知道他会杀？人家会员都知道，而且就知道做什么，他都会破线。所以我昨天告诉你什么？金融指数平台压缩。金融指数平台压缩，投资朋友，金融期我们带会员做放空，赚钱，颈线平台逛破，摩海子明天结算，成本在主要成本在317.4，台子期相当于上有压力，下约当于主要成本多少？8644，也就是说，今天为什么台子期会突然间急杀？因为8644的这个位置点逛破，你知道？逛破之后就急杀嘛，扛不上去啊。所以之前我都跟你讲过了，28号做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我都跟你讲过了哦。
股票期货选择权做空方避险，股票少做一点，股票少做你就不会套嘛，你不会套你就赢的机会啊，你就拼命乱做，结果你就套啦。二十八号我讲什么？这一根这一组叫做六连阴，寸步走跌，它反映了三件事情，一二三。好，这三个事情之后结论是什么？预估明天中长有破线之余，投资朋友，三月二十八号讲的，昨天的线形是这样子，还没破线嘛？那今天破了没？今天破啦、啊，是破线，连这个位置也破啦、啊。所以你告诉我，这是一根中长黑，是三日内中长黑。你学功夫，你学到深，其实 K 线你能够看得懂。你看不懂，那是因为你不学嘛。那刚好有这个机会要教你，如果不学的话，那是你自己放弃机会。所以我们要开技术班哈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好好把握。穷人相信运气，而富人相信方法。我用这个方法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所以我们在昨天我跟你提到的进入空方时间的条件，存量已经跟你提到了嘛，转换期的一个条件。第二，法人开始反手，所以大力光、宏达电、TPK 是指标股，有没有？宏达电、TPK 我跟你讲，我都教过你啦、啊，有没有？三月十五号的时候的这根 K 线。为什么会开高走低 ？TPK 那天开高走低，之前的三月十四号这一天 ，TPK 跟宏达电都涨停板，带动大盘往上攻。而隔天这根长阳下来的时候，人家也开始出货了。所以后面拉的这一段叫所谓的拉高出货，你不懂你去追，刚好套在天花板。人家是做放空，从八千四到现在，投资朋友跌多少？255点，结束了没？结束了没？还没结束。所以我昨天跟你提到的，明天开盘是关键，如果站不回8699，就是弱势盘，有没有？现在是站不回，往下杀，最高跌了104点。这就是昨天讲的东西呀、啊，今天印证了嘛。三月二十五号最低量592亿，新低量必有新低价，所以我预估明天中长有破线之余，所以这个都对啦。所以我们扩大布空嘛，从台指期、从金融升到选择权都是做空，股票少量做短，就是少做一点嘛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你说我们在操作，其实我们都是替会员着想。每一步每一步我们都是有规划出来，从过去一开始我们这边告诉你做多，对，很多人不相信，说什么新政府上任，政局一旦变天会崩盘，我说做多，结果一路涨到多少？涨到8800、8400。我说放空，你在怀疑，老师啊，外资连续买，你怎么相信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续七根黑 K 跌255点？我们很渺小，因为我们是老师而已啊。你要是外资，他有钱，可是外资是真的为你好吗？还是为他的荷包着想？他拉高总要人接吧，总要有个最后老鼠来接。他期货的操作，你不能只观看说啊，外资进多单增加就是做多。要做多的话，我请问你，那为什么你做多会被套？像今天很多人这样的低接啊，接，后来停损，为什么？投资朋友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动作，早上37分就37分挂单子，那这一笔的话，因为37分有到838、8688、8383嘛，那因为时间很赶，一下子而已，所以有人有做到，有人没做到，但至少你回过头来看，我们今天所发出去的讯息，在市场的什么最高点，我们发出放空的讯号，最后要杀多少？8564嘛，
那为什么我们要放空？那我们清代班的话，我们昨天就已经放空了，因为会员等级不一样，但至少方向一样。为什么我要放空？今天开盘交足后急杀大跌百点，传单稿昨天的推算，我讲什么？预估开不高，盘中急杀，现行有破线之余，后半场有拉收黑，因此我们高挂8688放空，波段单把战线拉长。投资朋友，做股票或做期货，其实方法一样，你 K 线你会去算，操作起来就容易。我们怎么带会员做的？投资朋友，你只要是我们会员，你一定要去看我传真稿。为什么？我会把明天的走势去把它模拟出来跟预测出来。我认为今天的走势29号，把它放今年哦，开不高，盘中急杀，现行有破线之余 ，K 线收黑，就这一段话嘛，有没有？开不高，盘中急杀，现行有破线之余，后半场有拉收黑，是这样子，开不高，盘中急杀，尾盘是有拉，我都讲过啦。所以以今天来说，这是我们昨天给会员的模拟图，礼拜一个礼拜的嘛，投资朋友，前中后来验证一下。今天早上是这样子，开不高，前面是这样子，中场是不是急杀？就这一段啊，有没有？后面是不是有拉？就这一段啊，整个走势昨天给你模拟出来了，这是方法嘛。所以做期货很轻松，你不用那边一直盯着这个盘那样子。你盯盘，你盯得太久，你也不一定会赚钱啊，而且还伤身体，投资朋友。所以三月底是上市柜公司的一个年报公布密集期。那今天如3月25号的预言所说的，三日内中长黑，今天第一天就灌破了。它的内涵有三件事情：第一个，耗顶风暴引爆内资寒蝉效应，像生技股跟中小型。清明节之前的龙卷回补封的高峰，所以目前做股票要放空其实有难度。我开始明结算，外资进多反手下车，所以策略什么？期货任何反弹都是空，金融波段空，选择权做卖出买权，总获利158%。股票出清准备转向，好，投资朋友，这是我们做选择权，我们给会员做选择权的一个call讯哦，总获利158，这个是事实啊，投资朋友，所以不用讲太多，讲绩效没有意义，重点在于什么？你想要成功，你要借力而不是尽力，因为股票市场是这样，它很奇怪说。你很努力的去做研究，你不一定会赚到钱，因为你可能方法错误，或者说你可能研究的东西，结果你没有抓到重点，你花了很多时间，但是你不一定会成功。金融市场这样子啊，所以你与其这样子闷着头乱做，盲目的做，不如借力使力嘛，找一个真正会的人来帮你，叫借力。所以成功是要借力而不是尽力，因为你尽力的时候有可能会成功，有可能不会成功。但是你如果透过别人的力量，更容易成功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今年我告诉你叫做大卖空，这个我讲过 N 遍的。我是告诉你，放空是为了避免崩盘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做放空，结果杀了550，杀了760。杀到7600，好，到7600之后，我们是告诉你买，从7600涨到8800，我是告诉你本周是关键。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什么事，投资朋友，8840是高点，因为空方强，多方极度弱势，所以8840是什么？技术性高点，已经交代完毕了。那个时候你怀疑，因为你学不会嘛，因为你 K 线可能如果不懂的话，你会认为什么？这个盘那么强，怎么可能会高点？我已经告诉你它是高点啊，投资朋友。后来证明了什么事情？8739放空，8763放空，
8709放空，8737放空，8750放空，最后杀到8636，是回补。好，反弹之后，我讲什么？这是个金型转折已经出现的，所以我认为开不高，它会急杀，因此依照讯息来做放空。所以我们告诉你的东西是什么，投资朋友？就是放空啊，有没有？是礼拜五放空，还是一样放空？8573放空，8702放空，然后这个是清代班的放空跟放空。今天都杀多少？8564。所以操作真的没有很难。穷人相信运气，而富人相信方法。那你用什么方法，投资朋友？在股票部分，之前我是跟你讲过这一档，胜利嘛。那时候是卖，是买进338，口讯都有。今天胜利把它出掉，396出掉。胜利我们做了好几趟，50%，投资朋友，胜利还是这样子啊，直接把它出掉。下来我们还会再做，所以你只要方法对了，股票、期货其实都能够用，甚至连选择权你都能够做。所以只要站起来的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，那你就会成功。你想要怎么样成功？好好把握广告中的机会。我们有一个技术班，利用现在这个机会跟上脚步，一边学功夫一边赚钱。你怎么看？休息一下，待会马上回来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好。陈通投顾这项已推出右助全理电器审视观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穗形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穗形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；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陈通投顾三大保证：第一，保证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，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，保证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、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，02-2752-5868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真正的崩盘还没开始，你是否闻到肃杀的水腥味？关键数字跟上脚步。今天三日内中长黑收黑破线，预言验证命中。绵绵阴跌连七黑，意涵什么事情？第一个，刺破3月12的中长黑，7627上升趋势线已经贯破，还有下杀带量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泡沫破灭前夕。正在崩盘还没开始，预估明天现行还有肃杀，所以策略什么？期货、股票、选择权、金融指数
四大皆空，所以我明天继续再赚。放空是为了避免崩盘，所以我们是放空、放空、放空、补上来，放空、放空，还是空。今天杀多少？8564。所以投资朋友，你盲目的追高杀低，不如跟我们一样神机妙算。我们有 K 线预测技术班，珍贵席位，好好把握，开放预约，跟上脚步，明天带你去赚钱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这项已推数又数全理电器审视观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线形 K 线预测学，如何西方财务工程的线形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，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零2752-5868，诚都总部，值得托付。诚都总部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利作手，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诚都总部拥有股票、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诚都总部值得托付，02752-5868。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，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，平均月付350元，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、高收视率频道，通通有，再送数位机上盒。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，0809-096-111，早鸟申办更多优惠哦。北都拍拍 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。